那我们这个是泡红茶的红茶锅，红茶在这边。那等一下呢，就要开始把这个把一些东西刷一刷哈。所以它标签做的其实很不人性哈，因为其实有那个除胶的，一罐大概像指甲油那一种的哈。那我今天没有带那个，好，把它刷一刷，然后红茶会泡进去，然后会用我们的那个保温锅，我们28公分锅去泡。我觉得它不是 DIY 的，不是 DIY 的。